听我的，什么你听我的。哦，看有没有比较有肉，看一下看一下。真的哦，有啦，有螃蟹啦，哎呦，还有东坡肉，哎，不错哎。牛排，去找位置啊。虾子，哎呀，好甜的哇。哎呀，不错嘛，还有羊肉串呢，生蚝，吃的不错啊。你这口味拢不错了。哇，鲤鱼，这边很多水鲤鱼。哇，生鱼片，寿司。哇，有巧克力串，巧克力瀑布，天哪，天哪，要胖死我。哇，冰淇淋。先弄这个，免得等一下没有，哈哈。开吃，太夸张的温州的海鲜，虾子，还有这种什么虾，一堆，哦，拿超多的鱼，土耳其烤肉，秋刀鱼，螃蟹蟹脚，虾子，鸡腿，广式叉烧，羊肉串，我要拿，我要两个羊排。好，谢谢，生蚝好好吃。抢到哦！对啊，那羊排很好吃哦，对不对？羊排跟生蚝都很好吃。来这边千万不要吃鸡肉，那鸡肉还好，台湾的好吃多了。好好笑哦！我遇到那个小男生，他又跑来排羊排，他还说你抢到了。他面很好吃是？我看你那个早上也在被狂吃面，哎，羊排哎，我觉得他这边目前我吃到最好吃就是生蚝跟羊排，跟那个煎羊排的让我插队，因为他看我现在在烤生蚝啊，快好了，你要再去拿生蚝吗？哦，啊，你很开心拿的生蚝回来了。你跟羊肉串有等很久吗？要在旁边等。对啊，这样是最保险的。嗯。这个香料孜然羊肉。真的孜然。你要来研究这个螃蟹怎么吃吗？它打开。你怎么看公的？煎的啊，煎的就公的啊。那这样怎么吃？对饭啊。对，这样怎么吃？好像吃那个肉。对啊，是我这一次来这里带他认识的好朋友，他叫秋秋，他国中一年级，你看从小开始培养国家未来的希望。那我这次才认识。哎，对了，这一次比较少，这一次比较少，对不对？这一次才有讲到话，以前都比较没讲到话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以前比较没听到话。加油！感谢主。